为2013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轮值主办公庙。乾隆年间创建天上圣母金普会，相传清乾隆唐三巡剿真自梅州，主庙恭请妈祖圣像舞台，因百街宝坊乔装箱，深恳刘圣驾组织天上圣母金普会，并建庙题额慈惠宫，庙址位于金百条街区中心。乾隆四年（1854年），三乡乡遭士绅修建，全因于此。古来即为旧宅珍宝，新大庄新版城全集的重要妈祖信仰中心，也是2009年、2010年台北县妈祖文化节的主办公庙。联合主办恭迎梅州主庙妈祖立台巡安盛会，盛况空前。是啊，那也在宫呢，板桥慈惠宫呢，板桥妈祖呢，也是对我们所有信众的保佑哈。所以以前台北县，现在新北市，在板桥我们的慈惠宫当中，我们所有现场朋友，那股来跟咱帮桥，那去来跟咱帮桥慈惠宫，来敬拜着咱的天主，敬拜着咱的妈祖哈。其实，在去年呢，2017年9月呢，就是鸿海集团一起办这个梅州妈祖呢，暌违20年再次抵台哦，真的是去年那一场梅州妈祖来台湾，造成全台一股风女神的一个盛况啊。是，那也在恭候，那是两岸的妈祖也是互相的交流，因为呢，很多的我们台湾的妈祖都是从我们梅州分离到台湾渡海来台，来护佑我们台湾的所有民众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板桥慈惠宫我们的妈祖准备要进到我们的舞台。来，请大家来相信我的讯号。来，有人妈祖都比刚讲妈祖，中央方言指挥中，天上圣母銮驾，今年国台湾妈祖文化节，天上双红台湾会休的现场，中央天上圣母銮驾，咱指挥中的咱的妈妈的这个教班，咱查某的教班非常的辛苦。咱感谢您的辛苦，感谢您的付出。给妈妈教班，大家辛苦了，各位美女，大家辛苦，感谢你们，谢谢。这里有咱星光大道会场，请大家直接掌声来恭迎，好不好？来，拍鼓啊，好，来，恭迎，恭迎，咱天上圣母。今年咱的会场，也就是咱板桥慈惠宫天上圣母。就先生恭迎，有咱主办单位桃园慈惠宫，包括技术人员，先生恭迎，欢迎慈惠宫非常盛热的参加，也感谢欢迎慈惠宫所有技术人员、工作人员、咱的救援人员，大家今仔辛苦，这个会场恭请非常盛热参加，祝大。在座的观众，咱祝会长天上圣母，神威显赫，庇佑万民。